是王狗。我现在要出发去一个地方，就是坟墓，去放这面镜子。因为我听过有一个习俗说，不要把镜子放在坟墓过夜，很容易会招一些灵体。你隔天带回家，你在镜子上面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。我今天呢就是要做这个实验，继续跟我看下去吧 ，Go。其实我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墓园区。但是呢，我不可能把这个镜子放在人家墓这边嘛，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。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，然后明天，后面也是墓园。明天早上7点的时候，我再回来同一个地方拿。现在时间是下午1点多，我睡太晚了。啊，我已经到这个坟墓这边了。因为这边就是满坑满谷的墓，倒了。来看一下，看看它什么东西。好像没有啊。而且还蛮干净的，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啊，有一点刮伤了，有啊。好吧，那就不多说，我们就赶快进入接下来的活动吧。拿着这面镜，挑战都市传说吧 ，Go。他现在感应了、啊、他不是上网查的，他现在感应了啊，对啊，他会先感应一下现场的灵体，如果有灵体的话，他会先跟灵体尝试沟通，看看了不了解这个环境这样子。刚刚有灵体告诉他这边大概的故事，如果上吊，那等一下叫鬼哥来处理，不然那个我会直接把他打死，他、啊、那个可怜了。因为他最后也是有点痴呆的、啊，他在精神不济的状况之下，自己直接吊去了，病房全部封锁了，也跟家人讲说他自然去的。标准死不瞑目的套路。那刚才是灵体跟你的？又描述他的样子吗？光头，白色汗衫，蹲在那边，像猥琐的老人。刚刚这里啊？对啊。呈现给我的形象是这样，鬼哥看到可能不太一样、看到他们的画面在演他们之间的故事。比方说，我现在我在跟你讲话，同时会有画面像电影一样这样在播放，播放在你的脑袋。对，只是我到的画面一样是你然后鬼哥这样子。你从小就有这个能力。3年前，我用比较变态的方式去磨练自己的，有时候不小心就开了，就这样了。你如果周围有一些灵体在靠近或者是什么，它会有反应，用手去摸会感觉浮起来，人生很特别，对，浮起来。今天烧超快的，你刚点而已，我刚点而已啊。好，你好，开始，好，走吧。对，你们看哦，他脱下来放下来之后，我等一下说好，我们走吧，就会出现一声好。那你先走吧。对，你没有听到吗？我个人觉得真的蛮恐怖的。因为他刚刚对我们没有什么友善，但是不欢迎我们来的，不欢迎任何人来。帮我拿一下我的东西来。走，阿公阿妈不是讲你哦，卖惊吓，我无恶意哦，嘿，过来去，阿公阿妈过来去，我来啊，我来去保护，嘿，阿公阿妈。吓到这边原本的灵体他们，我先帮他们上个结界，他们比较不会被伤到。太酷了。效果。不要再听了，去那边。直接在房子门口吗？好。这样刚好。可以。就我们刚刚探险的样子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。还有，好久不见，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什么自我介绍？他说。
未来男友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n。大家好，我是 Ken。之前有跟文狗合作过，很想要再继续合作拍摄其他影片。以后也长约，就是明年。师兄也是。后面那面镜子，我放在坟墓上。现在呢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我问问看，他说可不可以建现在这个镜子上面？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看这些镜子，其实没有看到任何奇怪的东西。嗯。然后就自己说请出来了。碟仙碟仙请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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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碟仙碟仙请出来。好，因为这个碟仙第一个问题，我想问他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？上次碟仙也回答过一模一样问题，所以我想看他回答一不一样。八九。回去对我骗的那个号码看是不是一样的。我们现在第二个问题，碟仙想要问你的性别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的话 B， 女生的话 G。操，你们应该都没有动吧？没有，很扯。G 耶，是女生哎，是女生。对对哦。对啊。超瞎嘞！下一个问题要不要来猜？你是不是关于他的脸？碟仙，碟仙，请问你是几岁？34，他在三跟四，是34的意思吗？你们都没动吗？没有，超扯的，他直接精准回答。我问他是不是34，如果是的话，给我们一个指示。碟仙，碟仙，请出来。等一下，我问他是不是？如果是34岁的话，请移动到 yes。答案是一。你刚刚问他什么？几岁？给他道理。但是我还蛮好奇的，因为我觉得他给你的回答都很精准，所以我想问他下一次说，他现在有在我们这里跟我们一起玩吗？有的话回答 yes， 没有的话就回答 no。哦，你有听到吗？有，我听到。师兄站的那个方向，棒了。愿不愿意出现在镜子？不愿意的话就移到 yes， 不愿意的话就到 no。所以他不愿意。应该 x 的下一个是 y， 他有可能是想让我们看镜子的话，感觉好像有可能。要转过去看吗？要，我们三二一，转过去看一下。你们现在觉得恐怖吗？三二一，去找那边。三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血了。嗯。我靠。出来。我靠。卫生纸，卫生纸，卫生纸。先把它带进去。真的吓到我了，超级吐。我先关心他们的丧尸。你就先到这里。我又说我们后续感染的时间，结果他们有点感冒了。就里面影片刚刚所看到的，鬼哥他冲去救 King 的时候呢，他的刀不小心划到了 King， 就去看医生缝了三针。要私讯他，他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大碍，希望他没事了。然后这个镜子好像
还是不会有什么东西耶。鬼哥后来有带我去探险，我喝了一个像是浮水的东西，据说喝了就可以让我开天眼，剩下的详情我就不多说了，想要看的可以到未来男友的影片去看。然后那个草真的是让我觉得有一点毛，我还很兴奋，果然的所有男人还跟我说那很好啊，对，果然就是开探险。那我今天就不多说什么了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可以帮我订阅，非常喜欢谢大叔网购，也别忘记要订阅未来男友并还有鬼哥的频道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